你不会啊，这边啊，不会啊，不会。你要坐的吗？有吗？那来录影啊，主持人要坐一起吗？你怎么？啊，没关系啊，既然坐了就让你坐吧，好不好？我想这就是个缘分。你坐在我旁边，它就是个缘分啊。对，我们有缘坐在一起用餐，对不对？坐哪一边都不重要 ，OK， 对不对？重点是坐旁边坐对的人最重要。拿吃东西，真的。那就是，哦，石膏一，哦。 哦，这感谢祭感觉好像可以常办哈。我们这个乐盘好吃，它上面还有那个蒜香，可以多拿一点，酥酥脆脆的。对，可是说真的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来我们节目当中付出很多的，而且过命，而且我们现在男女生最就是复趴最低的就这两位，负十五，然后你男朋友有缘坐在一起，对啊，哇，好有缘分哦。 如果只看我这边啊，你们看我，我会害羞。所以你们两个会安排在一起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你要坐我旁边，我也会害羞。那你今天录影要平常心哦，要平常心，你不可以太偏心。不能偏袒，不能偏袒，对，偏袒，对，偏袒，对，不行。对，其实你干嘛自言自语啊？你从来有吗？而且我坐你坐旁边坐那么久，你从来没看过我这边。 我们吃饭桌的好像是另一个节目的一样，对，就那边聊什么？因为我主要还是要跟人夫互动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要老师讲。他显示跟我什么你的耳朵那么好？啊，因为今天已经在花莲连赛第三天了。哎，非常。这边超，我们这边是超那个，我们让两个女生下去，那个长水。你起来已经很不美呢。发现孙贤士是我们这队的灵魂人物，他是我们的 key point， 我跟他都有连结。对，我跟你是多年的伙伴，多年伙伴。你跟伟君，多年的八点档伙伴。八点档伙伴，你跟夏雨桐是，他是我的女神，他是我的女神。哦，有连结，有连结。哎，我能感受到，这说在济州岛，我把你们当塑胶的感觉。好，来准备拼声音哦。 交叉交叉，三个字，打防护，两三个字，射飞镖，撑杆跳，我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两个字，游泳，蛙式，三个字，双呼吸，用笔直，用，上上上，我头啊。 是台客倒车，可是我们刚这一回合很屌，七题了，对不对？十二不是，我们这一回合在赶试题，我们就获胜了。好，加油！第二回合，孙少一。
好，先大各位先不要笑，来客到车之内，后坐力太强。可以讲好吗？不要出现搞笑的答案，这样会害自己队友。来，准备好了，先到笑一，到底在笑？预备。两个字，催眠。可以帮忙，我们也可以帮忙。怎么卖？怎么卖？怎么可以？一颗一张，一颗一张。你要数几张？一、十、二、十、三、十、四。那边是可以交易的，这边是定价，这边是活动。我们没有人想帮他吃啊。没有，这边会紧张。一地版主。对。给我十张，不要吃。我也不要。三张一颗。你给我十张，我也不吃。十比一，我也不要。三张一颗哦。三张我也三张，可以三张一张。这件事，那你看你们要找他吃就好，三颗一张哦，三颗一张哦，有人说卖出去亏本的生意哦，哇，那吃很多，三颗一张耶，我这里刚好六颗可以两张，都卖给闲事就好了。他的那一份三颗一张，问这边有没有要买单？你会买啊？你要买嘛？我可以买他的单啊，可是买他公平啊。哦，那等下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讲。你讲四颗一张，他也会说 OK， 不信说，真的，我现在有个想法，你的想法，改变心意了，对，什么想？四颗一张吗？讲得好，我可以讲怎么都这样子哦，四颗加一个嗯，你为什么要逼吹？我在逼音，可以吗？收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，她是我的女神。收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会收吗？我就说会收吗？哎，文英哥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他是公平的，你也是可以这样加一个嗯，你看他会答应？我可以嗯很多下。你们这边我四张一颗，我可以啊。四张一颗，四张一颗，我可以。对，就会到你。
哇，外面呢？喂他吃哦，有闻到吗？能过来？有。还要喂我？我是怎样中毒了？自己吃的。哇，孙贤志，你为了要钱，四颗也吃了耶？为了爱。啊，是他是为了钱，他是为了钱，我们看得出来他是公私分明的人。是在卡位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我在等赌场开门。你有兴趣吗？啊，你上一轮赌场开你有来吗？没有啊。没来到啊。OK， 好。那你刚刚去哪里了？我刚玩了两个游戏。哦。我刚刚都碰到两人同行的，都没有遇到你，好可惜。是啊，我都是被人家找两人同行。对。杨晨曦。有杨晨曦，他看到四颗麻薯的魅力，他说：“刚刚有一个那个他一楼的、啊，是要背一个人，然后背那个人要一拖鞋。”要虚我？那背谁？我没有背啊，是有人要跟我。还没玩到。没有玩到。那个技巧现在要找我，我跟你讲，有事就找我。那你在哪里？跟别人在玩。这对拌嘴 CP 的对话醋味越来越重了，究竟协志该怎么化解这丧命过失？而稍后翻倍房即将开门营业，这回来的人会归零还是翻倍居多？排名将会如何大洗牌呢？技巧性的要找我，我讲有事就找我。那你在哪里？要别人在玩游戏。有点没遇到你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而且刚刚一出去，大家就解散了。哪有？大家，你刚刚伟君姐还跟我说，我们两人同行要结伴。你没有跟我讲要跟你同行啊，我就会跟你同行啊。我就一直跟着你就对了。算了，来不及了。哦，好，对不起，我下次知道了。我现在开始拒绝你。你干嘛这样子、啊？我不管，我要拒绝。这么狠哦？对，拒绝。二楼与三楼的家，期待已久，我先去压住。开放结伴两位，结伴同行，结伴同行，哎，结伴同行，哎，结伴同行。你给我两张，我都陪你结伴。你是土匪哦，我就是只有这两张可以玩呐、啊。还有其他张啊？不行啊，我只能玩这两张啊。那不要。给你两张，然后呢？我陪你。那你如果赢了呢？我跟你分啊。哎、欸，这样好像是我违和哎。不行哎，不行。不能分嘛，对啊。私相授受。我只能压两张。OK 好。我刚刚已经归零一次了，我要这个。好强哦！好，那我全压喽。真的假的啦？我全压，你可以请他跟你说他的主角是哪一个，因为他已经归零两次了。哦，对。那你的主角是哪一个？我的直觉是不要这一张。好。千万不要这一张。本来在想这个，那我还是这个。好，可以。那我就。圈要输，你要说他哦。哎，你这间店如果这一波，那就全赚啦。来，解放几张？解放自己开。30张。30张。好，解放自己开。然后就开。来，请开。100亿岁 ，Yes。我可以看一下我刚刚指的吗？哦，可以。睡啦！我归零大王，我还没有跟你说你赚，我可以跟你拿多少，因为他们规则也不行。你现在是应该没意外，你是最富有的，比我还多很多，多一倍了吧？2、3、4、5。你们看一下孙贤志的表情，孙贤志充满了不舍。你给我拉好他哦，我跟你讲，会，我都不会放开他的。老师，
你这样他根本都动不了嘛。他很可怜哎。对啊，伤太严重了。哦，伤太严重。好，我待会放松一点。打出去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，我好像在生小孩哦。然后我呈现的什么？超级失败。这两个球至少要保我们的，要让他有时间可以拿球。睡啦睡，唱，你好加油，没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这样是什么意思？他这样什么意思？谢贤志，谢贤志，这能看吗？我跟他多年的友谊，这一刻全毁了。没有办法，他要守住你啊，他让你往前冲，我们就没救了。哎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哎哎！我没有，我 hold 住。徐梦泽被 hold 住，你被急过关了，被急过关了。你的高飞了，你碰到本垒了。好，但是板金板金还没过哦。真的真的。打出去，打出去，打出去，打出去！哎，五圈呢？好厉害！可以可以，好腰力，这个好腰力可以啊！哎，没有球，腰力可以。他没有球，对他没有球，很好。挡下来，挡下来，快跳！挡下来，挡下来，快跳！王安普，你刚是把球踢开吗？我学许梦泽啊。我想一下，这样怎么算赢了？感觉好可怕，是不是？真的，他蛮干的。好，好，停停停！太高。好了，给他了，给他过了。夏雨桐，我这颗给你啦。来了。这个给你，我再去捡。不要被骗，不要被骗。不要打了。好。好。不来。所以，所以，所以，夏雨桐，你还有机会。大哥，你怎么跳这么慢？你快点啦，等下。不能动，不能动，不能动。不来。好了，怎么越来越打？他拿出泄气的，他没有气的。没差，没差，泄气可以，泄气可以。哇，这颗好刁钻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王安普动了，球滚走了，球滚走了，他刚有动哎。你因为你刚真的有一点嫌疑，是有一点犯规了，再这样就是又再回回去哦。对对对，对对，好远哦，弹到了，弹到了，刁钻，快弹，快加油！加油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机会，很棒。豆花这个打得好，我要去把它捡回来，对不对？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你不要碰它，这样你越踢越远。快快快，我自己往前就好了。炸裂，炸裂，轻轻炸裂，轻轻爆破，爆破，轻轻，可恶！哇，敢打我？你好像要把球打爆哎！我好紧张啊！哦，直接接住，直接接住，接杀，接杀，接！哦，哇，直接接住，直接接住，接杀，接杀，接杀出去，接杀，超多！耶！接到球，是你，就这么赛。好，蔡宇彤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啊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猫头人，超人。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哦、好恐怖！哎，真的很要求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很紧张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可能不要求，但是介于刚才上一关吃完那么多东西之后，有点要求。我们这次一定要跳过喽！一定要过喽！一定要过喽！短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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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短越好，轻轻碰，轻轻碰。哎，还有点的，还有点的。我怎么还没到啊？怎么这样？怎么还有差那么远？怎么会？跳得很累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一颗打远他就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好可怕！有压力吧？好可怕！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
所以他不能算。停！哎，还没，还没到，还没到，完了，完了，还没到，完了，你再帮助我一舞啦！决胜关键，决胜关键，对对对对，我到北方就算了啊，球还是爽，都可以，好，好，往前。球哎！啊，球没有球，他球在后面呢。我送给皇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耶！真的好累哦。这赢的好难哦。哇，好可惜哦，这最后这一波。哎，刚刚我们那个只要稍微一个失误，他刚那一下差0.5秒，他碰到就算了。差一公分就差那么一丁点，最后是一个女生力抗你们两个男的，好恐怖哦！我觉得有点可惜，我们没有把雨桐保护到最后，不然我们应该有男生。你那应该要挡到最后，很难挡，很难挡。我想，哎，他们就，你为什么这么早就过了？因为我已经先在前面了啊！不是要有一个人在后面保护雨桐啊？不是。没关系啊，我就是要让他赶快得分的。我原本是想说，我跟邦神挡在门口，但结果我一个重心步往后倒，我很难等他2到3个雷包吧，因为我已经到这了，那你刚刚为什么叫他说他应该抽到？因为我们已经不是他后面你们几个女生要过来，他要扛住啊。好了，我没关系啦。好傻啊！我好生气，被安慰，好了，这种感觉好舒服。但他释怀就好了啦，有释怀就 OK 了，OK 了。